嗨，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乐高。那今天要介绍乐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 Marble， 未来之战我最喜欢的角色钢铁人。那这次我购买的乐高钢铁人系列是虽然不是正版的，但喜欢乐高的朋友又有喜欢 Marble 的朋友，非常推荐是这一套系列的。那如各位现在目前所看到是里面所搭配的军事小人，总共是有四只人偶，然后还有常年的一些搭起来的。那先来讲一下这一套钢铁人的吧。那啊，先给各位看一下盒子，这是第一只马克十五。那绑的很多，市面上很多有绑的乐高啦。那我会推荐各位朋友可以购买的牌子是这个 SY，S 跟 Y 连在一起这个牌子非常好。那它这一套系列是编号是 SY869， 那总共有四款。那这是马克十五，背面像这样子。盒子做的还蛮精致的，像正面的话，这边竟然是用亮色，还不错。那么，再来是给各位看一下另外一盒马克十七，它这个搭配就是有刚才说的军事小人这样。那军事小人就是作为是敌方角色设定这样，看这样玩。另外一面，而且绑的乐高。其实说起来做的也不差，他们军事小人的配件还蛮多样的。那这盒第三盒是马克38，在钢铁人三电影里面有出现过，他是在海港那边出现的，有印象的朋友应该会记得。好，这边是一个栅栏的系列，还有军事小人这样子。另外一面是，其实我看到马克38这一盒另外一面的盒子还蛮特的，就是头盖打开了，露出东尼斯卡特的脸。那下面这边是军事人被炸弹压到，还蛮好。再来是今天的第四盒，最后一盒马克39，也是有一个军事小人。那这个是布阵的，是有一个完全跟沙包，不错的。好，那么今天给各位看一下这次介绍，这次里面先登场的里面的小人哦，像这样子军事小人还不错。那还有栅栏是可活动式的，对，可活动式的哦。那另外一个话是附赠的飞机也不错，有旋转可以转动，可以调整。那这是他的眼睛是有可以调角度。那这是射击零件，像这样子给个看一下，可以射出去零件，还不错。乐高能发明出这种像这种射击零件还蛮独特的，好，扣上去了。那也是，这是独特的设计沙包。军事小人第一只给各位看一下，是有戴鸭舌帽的，另外一个是像西部帽子的，拿的是弓箭零件。这一般这种零件是在正版的乐高上面是看不到，都只有在仿的才会看到，还蛮独特的。还有这是另外一只，第三只跟第四只其实他们的头盔配件是一样，那只是脸的造型不一样。那这是机枪也是可以动的，还蛮独特的。这种特殊零件我觉得还蛮优秀的，这种喜欢军事的然后又喜欢乐高的朋友真的非常可以推荐，可以收藏这一款。那么再来是这一套，我觉得是他吸引到是喜欢军事的朋友跟我们的钢铁人朋友会比较喜爱这一款，还不错。好，那今天先介绍第一只是马克十五，这是
那这四盒我都已经先是组装好了，那我就今天只是今天介绍，就是让各位看到实体样子。那再来是它的有些像零件上面这些图案，这是用贴纸式的用贴上去。那不太会贴贴纸的朋友，就是可能要辛苦辛苦一下子，然后就是对一下，然后去贴。那基本上有贴纸贴上去造型，做出的成果还蛮不错。像这个马克25，它就有它的 logo，很棒。那整体的大小话是跟手掌一样大，再是跟乐高人偶比的话是，相较的之下就是机甲嘛，就比较大只。那钢铁人里面登场的机甲，其实各位有看《复仇者联盟二》的话，就会有看到有机甲式的那个反浩克装甲这样子。好，那这些只是我们的马克15，基本上动起来很优秀。可以像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手指头也可以动，非常非常的有趣。一个机甲式型机器人，喜爱机器人的朋友也可以非常收藏，也可以推荐收藏。嘿，好，那就先把它摆着。好，另外一只是马克17。哦，对吼，突然想到。就是它这一套还蛮独特，就是钢铁人头就是真的特别小一颗，那可以面罩可以打开，那脸的部分的话，一颗脸会有两张，另外一张给各位看一下，像这样子，像扫描科技的脸，然后戴上头盔盖起来，对，那还有肩膀、手臂这边独特的喷射孔，再来是它的也是用贴纸贴的。像这种零件啊，手掌这边，还有腿部这边、大腿、小腿这边都是用贴的，贴上去看起来真的非常优美，非常帅气。那这几款、这四款它们的可动关节的话，上面来说是一样的，那设计概念是大致是一同样的。那唯独是马克38，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一下马克38不同之处。好，那么就请你们的钢铁站好。好，那现在来说到马克38了，各位有看到吧？这个头盔就比较大了，跟前面的就不一样。可是这个还蛮有特色的，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哦。打开呀，和东尼斯卡赫的脸就在这边。好，再是它整体部分来说，就是跟。在电影里面有出现过，我个人还蛮喜欢他的，就是巨大威猛无比的力量这样子。好，那这样他这边也是用贴纸贴的，可是他这个面罩这不是贴纸喽，它是印上去的，非常好，印刷的很好，非常漂亮，没有掉漆，也没有印歪，非常的优。那大腿这边也是一样，这也是贴纸，这边也是，小腿也是。哦，眼镜掉了。那推这一款的话，我是真的非常推荐，非常又好玩。那本人是住在台中的台中人，那我们这一款的话是玩具，我是在我们台中市北屯区环中东路2段122号的一家玩具店，它叫名字叫做老顽童，那它专门是专售是。第三方的乐高牌子的乐高玩具，这样喜欢乐高朋友，然后又想要有收集到就是乐高这官方没有出过的商品，就是比如像我今天收集的这一套，会推荐各位朋友可以购买，算是跟正版会有差别，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 care 是说喜欢正版的，不喜欢盗版的，那。比较不会 care 的朋友们，我会推荐是这一套可以收藏。那还有这个牌子 SY 这个牌子的话，我非常推荐。那有独特性又有创新的感觉，会跟正版的不一样。好，那今天最后一只压轴了，马克39。这只的话就是白色的，就还蛮独特的，跟前面的。15、17、15比较鲜红啊，17的话就比较暗。那再是38的话是蓝色的，
那马克39的话，它也蛮帅气的。它胸口这边也是用贴纸贴，再是膝盖这边、小腿这边做的非常帅气，手指部分也蛮独特的。好，那再给各位看一下另外一个自己购买的，它是我们的东尼·史塔克，还有我们的另外一只钢铁人。他的脸这个话就是附赠是 OK 的，蛮好玩的。然后这个透明零件是上面有印小小的东尼史塔克跟钢铁人，然后他这个是有遥控器，非常的独特，蛮好玩的。嘿，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可以帮我按个赞。那今天给各位看一下近一点看我们的钢铁人他们，这是马克39。跟我马克38，再来是我们的马克17，还有我们的马克15。好，那非常各位谢谢朋友，那影片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